天我这个讲题是慈禧太后以晚清政局。这一个慈禧啊，她原来的旗帜是满洲镶蓝旗，后来被台旗，进入满洲镶黄旗。出生地大概是北京。但现在还不能确认，也有其他的说法。1852年6月26日入宫，刚开始是贵人。1856年呢，生他这个儿子载淳以后啊，然后就陆续的递生，那么到咸丰死之前。就是她的丈夫死之前呢，她已经是皇贵妃，那么这一个后来她的儿子继承帝位，她就成为皇太后。她儿子继位以后，她开始垂帘听政，在这之后呢，控制清朝朝政48年，一直到1908年。那么1908年，随后3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然后1912年清朝就结束了，所以整个晚清王朝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视为是慈禧的王朝。慈禧这个人呢，还是比较聪慧的，再一个呢，性格比较坚毅，这个和他早年的这一个经历有关系，他的早年呢，这一个家庭呢，遭受了一些大的变故。一个是道光22年5月，清朝呢发生了一个大的案子，叫银库案，银库案，它这个起因呢，就是库丁呢，在称银进库的时候啊。瞒报漏报，原来应该进国库11袋银子，那但是库丁呢瞒下了4袋，私下分，但是因为分赃不均，内讧，这个事情败露了，道光皇帝大怒啊，命令查库。查核的结果呢，发现账面和实际库存银相差925万2000多两银子，这是很大的一个数额了，那么朝廷就下令，从嘉庆5年到道光23年，就是到他这一次释放，这期间管库的这些官员有现任官职的革职，并且每个月发赔银1200两银子，因为这是几十年了，从嘉庆5年到道光23年，如果死了的，由他的子孙，儿子死了由孙子来代赔，但是减半，减半。慈禧的曾祖父呀，他曾经任这个管库的官员3年。摊下来应该赔银子43200两，减半。他的曾祖父死了，就由他的儿子，就是慈禧的爷爷来赔，赔呢减半是21600两。后来他的爷爷赔了1600两，就是赔了个零头，不愿意赔了，这当然不行了，这一个在道光27年就被抓捕下狱。那么后来家里边可能凑了些钱，关了2年以后放出来。这个单家里边有一些变故，这个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父亲。我们刚才讲了他的曾祖父、祖父，
那么还有他的这个父亲，他的父亲叫惠贞，啊，在这一个1851年呢，他就出任安徽临池太广道，啊，这个地方驻地是在芜湖，安徽的芜湖，下面管5个府一个州，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还有广德这一个直隶州，28个县。尤为紧要的呀，他这个地方管芜湖这个官，哎，这个官呢是一个税务啊，是一个肥缺啊，是一个肥缺。但是他所到的这个时间，到任的这个时间就不合适了啊，到任的这个时间呢正好是太平天国兴起啊，兴起，然后安徽啊又是清军和太平军拉锯的一个战场，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啊，所以他到安徽以后这个仕途很不顺利啊。那么在咸丰3年3月20号，安徽的巡抚就给朝廷参奏，就说他的父亲惠贞这个时候慈禧已经入宫了啊，已经进宫了，然后就说他这个父亲呀，一个携带银两，他把公家的这个钱卷了，还有印信啊，衙门的这个印信呢，大印呢，逃亡不知所向。这咸丰皇帝看了，大怒了，然后把他的官免了，然后要求查这个惠贞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啊。那么到6月3号，那么这一个查有这个结果，就是说他逃到江苏的镇江啊，那么已经死了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可能对他连遭变故啊，对他这个性格呀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我们为什么讲这两个案子呀，因为我们下面要讲这一个在慈禧当政时期啊，这一个官员腐败化啊，官员的腐败化，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算是提前做一点交代啊。那么讲了慈禧呢，但更重要的要讲她的丈夫了。她丈夫是奕柱啊，咸丰皇帝，他是道光皇帝的第4个儿子。在他之前，道光皇帝的长子是奕伟啊，奕伟，但是23岁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奕柱出生前2个月死了啊。老二和老三都是很小，2-3岁就死了啊。所以这个奕柱呢，他名义上是皇四子，但实际上是皇长子。道光皇帝有儿子9人，女儿10个。在中国传统的这个君主世袭制度下面呀，对于皇统的延续，皇女没有多大的意义，皇子至关重要啊。中国从周朝以后，皇位这个继承呢，他就奉行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先立太子以固国本。什么意呢？有嫡立嫡，有皇后生养的儿子，这有优先权，在继承地位的时候有优先权。
如果皇后没有生养，都是妃子的无嫡立长，年纪最大的这一个，有优先权。先立太子以固国本，皇帝在世的时候就把这一个太子就明确立下来啊，然后来稳定国本。但清朝是少数民族入关，对这个实行并不是太严格啊。有清一朝明确立太子的就是康熙一朝啊，康熙一个朝，这康熙十四年这立太子，但效果不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立了又废，废了又立啊。那么最后实际上继位的是皇四子啊，那么这一个后来的雍正皇帝了。但雍正皇帝现在也是有很多谜了啊，也是有很多谜了。这个也正因为此，从雍正时候他对中国传统的这个地位继承制度有一个重大的改革。什么改革呢？储位密建制。第一，就是所有的皇子不分嫡庶，不分长幼，就是不管是皇后生的还是妃子生的，也不管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一律平等，都有资格入承大统啊。这个就使他这个地位继承人的选择范围大大的扩大了啊。这个是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不预立太子，就是皇帝生前对所有的皇子进行秘密的考察，然后他把他所属意的对象写下来啊，写下来。他有些规定是一式两份了啊，一份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那个匾额后面啊，还有一个他自己皇帝随身带着或者放在他的寝宫里边啊。这个改革呀，是一个非常高妙的一个改革，它使皇帝对接班人的这一个挑选的范围呀，大大的扩大了。那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它防止形成太子集团，啊，防止形成太子集团。如果预立太子，皇帝在世的时候预立太子，那么当朝皇帝和这个接班人太子之间，这个就是一个天然的矛盾。皇帝早死早接班，晚死晚接班，老不死老不能接班啊。所以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杀父杀君的这个情况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不预立太子啊，那么使这个矛盾就减缓了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它防止形成太子集团呀。你预立太子，这些当朝在朝的这些大臣呢，他都知道这个人是将来的皇帝，所以有意无意的要聚集在他的周围，既或皇子很仁孝，太子很仁孝，你也架不住这些大臣呐、啊，给他出那些馊主意，啊，在底下撺掇着他，啊，那么现在你不知道谁是帝位的继承人呢、啊，那你只能押宝啊，你押的老二。没准人家是老三继位，你压的老三没准老五继位啊，
那么这个呢，它就防止这个形成太子集团。奕柱出生以后，形势对他比较有利了啊。一个呢，他是实际上的长子；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母亲呢，在后妃当中呢，地位比较高。啊，地位比较高。清朝的后妃是八个等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啊。凭贵人常在答应皇后啊皇贵妃啊等等这些前面那几个呢他都是有额色的了，就是有名额的。皇后你不能弄好几个啊，那这就是一个皇后啊，但底下的那些呢这就不一定有名额了啊。你像常在，你经常在就是了啊，答应你喊你，你答应不就完了吗？哎，奕柱的母亲，她这个入宫的时候是嫔，第四个等级，啊，后来柱年的升迁，那么到道光三年就升为妃，道光五年升为贵妃，道光十三年，孝圣皇后死了，她就身为皇贵妃，并且统领六宫。道光十四年正式册立为皇后啊。那么这个地位单对他的儿子是很有帮助了，但很不幸六年之后就是道光二十年，这一个他的母亲暴死啊，暴死。那么当然母亲的死对他继承地位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了啊。不过经过一些阴差阳错啊各种原因呢，最后还是由他来继承了地位啊，他来继承了地位。但他继承地位呀，在清朝政治史上啊也是赶上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时间啊。内忧咸丰元年也正好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发动的年份啊。然后他就一直到他死，太平天国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外患1856年开始，英国和法国对中国发动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啊，那么到1860年9月，英法联军就已经攻占了这一个北京附近的通州了，啊，八里桥之战呐，就已经占领了，所以9月22号。1860年9月22号，他在北京，他待不住了。那么，咸丰皇帝带着他的皇后啊、啊妃子呀、啊，还有他的儿子啊，还有他亲信的大臣，那么就到了承德，啊，逃到了承德。那么，在1861年8月22号。他就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治爽殿。那么他死的时候啊，他唯一的儿子只有6岁啊，没有办法来亲政啊，没有办法来执掌政权，所以呢他就任命了八个大臣，他最亲信的八个大臣来辅佐他的这个儿子啊。那么这个呢，所以他死了以后首先形成了一个八大臣集团啊。这个是他死的前一天发出的上谕。后来啊北京政变之后啊，慈禧他们获得权力之后，他否定这道上谕的合法性，他认为这道上谕是假的啊，那是假传的谕旨啊，假传的谕旨
他们的根据之一是什么呢？这个不是皇帝亲笔写的，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奉朱笔，啊，奉朱笔。那么我们现在的研究呢，还是认可这个上谕的真实性了，啊，还是真实性了。那么我们认可的理由呢，一个是档案，啊，清宫的档案，你根据宫中档、进士房日记档这些记述，那么说的都很明确，几点几分，哎，这一个咸丰皇帝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这一个烟波至爽殿，然后去世，啊，这记述的很清楚。还有一个材料《热河秘札》，他就记述了咸丰临死时候的情况，啊，他就说十六午后晕厥，皇帝晕过去了，主内中缓散，赶紧用药，啊，至晚舒转，晚上醒过来了，始定大计，确定大计，啊，这个回光返照了，啊，你赶紧得后事儿你得安排呀，啊，指出三刻见时，就是大臣跟他见面，传谕清楚，说得很清楚，各位请当好，所以说你赶紧写，把你的这个遗书要写下来呀，遗折要写下来呀，欲以不能执笔，皇帝说他写不了了，啊，病太重写不了了，注写来速之，啊，我说你们写，写了以后念给我听，我认可，啊，那么所以故有臣写字要，他这个呢就解释了为什么是奉朱笔，这个不是皇帝亲笔写的，但是是皇帝真实意思的表露，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集团了，啊，第二个集团呢就是这个奕欣集团，在他死了以后，我们刚才说咸丰皇帝是老四，这个奕欣是老六，啊，奕欣是老六。那么道光皇帝有九个儿子，一二三早死，七八九比较小，老五呢过继给旁支了，啊，所以在当时继承帝位的最重要的候选人就是老四和老六，啊，老四咸丰皇帝和老六这个奕欣，啊，奕欣。这个单各种史册上面有很多记述了，他们之间怎么来竞争的呀，怎么来争夺的呀，啊，但现在看来呀，这个坊间流传的这些大部分夸大了他们的这一个竞争的关系，啊，夸大了这个竞争的关系。为什么说夸大了这个竞争的关系呢？他实际上呀，在道光皇帝临死前三年六个月，他就已经，道光皇帝就留下了遗书了，他就留下遗诏了，就是1846年8月7号，道光皇帝就留下了遗书了，啊。那么在他写下这个遗诏的时候啊，咸丰皇帝只是16岁，奕欣只是14岁，啊，那都还年纪还很小，这一个或有竞争，但不会像所描述的这样的厉害，啊。那么到道光皇帝死，这一个把他这个盒子打开啊，啊，开启他这个盒子呢，发现这个盒子里边装了两份上谕，第一个是封皇六子奕欣为亲王，第二个呢就是立皇四子奕柱为皇太子。
道光在临死前封奕柱皇太子的同时封奕兴为亲王，而没有封其他的儿子，但反映出道光对这两个儿子的偏爱啊。还有特封奕兴为亲王，这个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历史上呀，往往出现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仇杀啊。咸丰继位之初和奕兴的关系啊还是比较融洽的啊，在1853年11月份的时候，咸丰甚至任命奕兴出任首席这一个军机大臣了啊，首席军机大臣。但这个好景不长，到1855年9月2号，那么这一个咸丰就宣布罢免奕兴的一切职务。他为什么有这个举动呢？他就认为奕兴假传圣旨，就是在他母亲的这个丧仪上面啊，他母亲原来是皇贵妃啊，那么他认为奕兴假传圣旨，把他母亲后来抬为皇后啊，康慈皇后，那么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不能原谅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就把奕兴的所有职务都罢免了啊，后来也一直不予重用，那么两人的这个隔阂就越来越深啊，一直到1860年9月，我们说了，英法联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咸丰出逃，啊，咸丰出逃，出逃他居然他不带他的这个弟弟，他把他弟弟啊。留在北京这个围城，北京这个地方英法联军马上要打进来了啊，这是很危险的呀，哎，他把他留在这个地方啊。后来他病重，这一个奕兴几次写信说想去探视他的哥哥，他说你不要来啊，你不要来。然后在任命的八大臣里边也没有他的这个弟弟啊，可见两人的隔阂之深。但是奕兴呢，他留在北京反倒因祸得福，一个他办理外交，他和英国、法国、美国、俄国这四个国家签订了北京条约啊，签订了北京条约。那么1860年11月9号和12、12号，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就先后撤离了北京，使北京的威胁不复存在了啊。那么和议这个成功当然使奕兴的威望大增了，而且他也在和外国打交道的这个时候呢获得外国人的支持，这个是一个外部的。内部的呢，就是他借议和的机会把一大批没有随驾而被咸丰皇帝遗弃在北京的大小官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在战乱时期和奕兴是同命运的，都是被皇帝给抛弃在北京的啊，那么很容易产生共鸣。那么就由这样一些留守京师的官员为核心，形成了奕兴集团啊。所以咸丰死后啊，中国当时两个统治重心，一个在承德由八大臣控制，另外一个在北京由奕兴来控制啊。第三个集团呢，就是这个太后集团啊，太后集团。太后集团主要是两个人了，一个慈安太后，啊，这个是咸丰的正宫，啊，慈安太后；另外一个就是慈禧，啊，慈禧太后。她原来是皇贵妃，后来咸丰死了以后，他儿子继位才成为这一个皇太后的。咸丰临死之前，
给慈安，给他一个图章，上面刻着玉赏两个字的图章，又给慈禧一个图章，上面刻着同道堂，啊，同道堂这三个字的一个印章。所以咸丰死的当天，那么这八大臣他们这些呢，就以皇帝的名义啊颁布诏书，他们来起草上谕。起草上谕以后啊，要请皇太后、皇上盖这个图章，啊，盖这两个图章，那么这个才能有效的，才能视为有效。这样呢，它就造成了一个权力二元化的一个取向啊，逆旨权、执行权这等等这些都在八大臣的手里边了。但是太后她有这个盖印的这一个权利啊，那么这个二元化的取向，但对于慈禧他们这些她是不能满意的。但是慈禧他们主要是生活在宫里边，按照祖制他们不能随意和宫外发生联系，但没有宫外力量的援助，他们单靠他们这个在宫里边，他也无法来撼动这一个八大臣啊。在太后集团急切寻找外部力量的同时，奕欣集团那么他们就迫切地想打入宫内。咸丰病逝，任命的这八大臣辅政，这个奕欣被排除在外，这个在当时朝野就引起很大的震惊了。因为清朝家法，清亲尊贤，托孤的这个大事都是按照前朝惯例，都是给皇帝的手足兄弟啊。当时十个亲王，七个亲王都是袭爵而来了，就是铁帽子亲王了。敦亲王那么是过继的旁支，还有曾格林信、科尔沁亲王，这是蒙古人啊，圈子外面的。只有奕欣恭亲王这个与众不同，他是道光皇帝朱笔亲封，又跟咸丰是异母的弟弟，能力也很强。他被排除在外，那么这个单引起很多的猜测，但都很自然引起奕欣集团的他们的不满了啊。所以奕欣集团呢，他们也想迫切的打入宫内，哎，这样一来呢，太后集团和奕欣集团这两方面就联手啊，联手呢最后就发动了这一个北京政变啊，发动了北京政变。那么这一个在1861年啊，11月2号，那么他们返回北京以后，就把这八个大臣就把他控制了啊。那么这一个从这开始，咸丰啊，这一个生前所决定的清朝中央的政治格局就全面的改观。啊，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开始，啊，开始呢，首先就是一个是由奕欣出任政府的首脑，啊，他再度出任首席军机大臣，啊，还有总理衙门大臣，政府的首脑，然后呢，实行太后垂帘，垂帘听政，啊，我们这儿就是他垂帘听政的一个场景，小皇帝坐在这个御座上面啊。那么这一个奕欣和奕轩分立两边，因为他那时候还比较小啊，6岁啊，啊，怕他调皮啊，分立两边。等他岁数大了，但这两个王就下去了啊。太后在这个黄幔子后面啊，垂帘听政。但垂帘听政它是不合法度的，中国历史上啊都是严禁女性来干政，严禁母后来干政啊。所以呢，慈禧他们实行垂帘听政的时候，他也一再的宣称这个垂帘听政呢，
是权宜之计，啊，等到因为等到皇帝年纪大了，就要把这个权力啊归正，归还皇帝，啊，归还皇帝。所以到1873年2月22号，那么这一个同治这时候就已经年长了啊，那么就开始他开始亲政，啊，但这个情况没有延续很长时间。1874年12月8号，清政府啊就向外界就公布了同治病重的信息，啊，要求各地啊推荐良医啊进北京来给皇帝治病，啊，1875年1月12日，同治皇帝就病死了，啊，皇帝就病死了。这一个清朝啊，从咸丰朝开始啊，他的这个继承人呐，啊，就发生了问题了，啊，在那之前呢，啊，康雍乾和这顺治啊，什么嘉庆啊，这些道光啊，都是有很多子女，啊，20多个、30多个。道光皇帝算少的，啊，我们也说他，有9个皇子了，至少活下来的还有4、5个呀，啊，但是从咸丰皇帝开始，他是有2个儿子，但有一个呢刚生出来就死了，那么只有后来的这一个同治皇帝，啊，同治皇帝我们说他6岁就开始登基了，啊，同治死了，现在同治死了，无子，啊，同治无子，然后后面继位的光绪又无子，再后继位的宣统也无子，啊，所以他这个继承人呢，他就发生了大问题了，啊，发生了大问题了。那么这个同治皇帝死了以后，他要从旁支来选择继承人，啊，我们这儿引了翁同龢他日记当中的一段记述：虚正，这是时间了啊。太后遭诸臣辱，则因清挂，皇帝死了，你也得穿孝服啊，啊。玉云，此后垂帘如何？大家注意玩味他的这个语气啊，他所这劈头提出的这个问题，他的这个迫不及待的这个心情啊，一进去以后，太后问的第一句话是此后垂帘如何，这个是很不正常的，皇帝死了你得先找皇帝呀，不是讨论你的这个垂帘听政的问题啊，啊，你如果选一个挑一个年纪大的，不存在垂帘听政的，啊，那么所以书城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首先是选这个地位的继承人啊，然后呢恳请垂帘，再讨论垂帘的事儿啊。那么慈禧又说了，文宗无次子，若臣嗣，年长者实不悦。找年纪大的不行，啊，为什么呢？他说，须幼者乃可教育了。现在一语既定，永无更疑。我二人同一心，二人就是他和慈安了，他们商量过啊。汝等静听，这个问题不讨论，你们就听着，啊。择继宣布某，他就把这名字说出来，但翁同龢他要避讳了，啊，他要避皇帝的名讳了。为时纯郡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奕轩老七，啊，他的反应是金具尽尾，碰头痛哭，昏迷伏地，夜之不能起。
他在底下跪着呢，一听怎么念了他儿子的名字了，来继承这个地位。你看他京剧敬畏碰头痛哭，然后昏过去了，啊，拉也拉不动。1875年2月25号，这个后来的光绪皇帝啊，奕轩的儿子就被进宫啊。他为什么选立这一个载湉，就是光绪皇帝啊，载湉来继位啊？有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载湉年幼，仅止4岁，啊，这个时候只有4岁，便于慈禧垂帘听政。第二个原因呢，载湉和慈禧关系密切，啊，他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奕轩和慈禧太后的妹妹叶赫那拉氏生的，所以他和慈禧是有双重关系的，啊，从慈禧的丈夫那边来论，他是他的侄子；从慈禧的娘家这边来论，他是他的外甥。啊，第三个，可能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属于载字辈，啊，就是他和同治皇帝载淳是属于同辈的，这个是违反常理和体制的，啊，我们这儿列出来了，咸丰皇帝、慈禧的丈夫他们是义字辈，然后同治皇帝是载字辈，那么他应该在普字辈里边来寻找继承人。光绪的地位是来自于咸丰皇帝，这个于情于理都很难说得通啊！啊，你从情上来说，这个是你的亲儿子，他死了，你不为他寻找继承人，你一竿子插到13年前咸丰皇帝那儿去了。啊，从理上来说，正因为同治的死，你才需要寻找继承人，但结果你找这个继承人不是继承同治，是继承咸丰，啊，所以由此一来啊，就爆发了延续多年的叫继统之争，啊，继统之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传统时代啊，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啊，这个单也不是一定在传统时代了，在历朝历代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啊。所以为了掩天下悠悠之口，那么他当时处理的办法是什么呢？为了慈禧的垂帘听政，那么他的这个地位继承是从咸丰皇帝那个地方来继承，但是为了安抚同治，他又含糊的规定，光绪生儿子过继给同治，啊，做子，过继给同治做子，以这个呢来安抚，要不然为这一个同治抱屈啊，啊，为同治抱屈啊。但这个也是在朝野之间酿发大的这些风潮啊，不断的有人提抗议，因为他有些要求颁立铁卷，把这个规定铸成铁碑，那，啊，这个是封建时代最高的立法方式了，啊，然后同治死后75天，同治皇后也死了，啊，也死了。那么当他的死和慈禧这个脱不了干系了，因为也有记述说他怀孕啊，有身孕，但他不能让这个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这不已经有皇帝了，你这个生下来算怎么回事啊，啊。那么直到
1879年4月，啊，就爆发了吏部主事吴可读，啊，这一个为同治鸣冤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事件，啊，1879年4月，同治帝后大葬，啊，同治帝后大葬。他这个大葬呢，因为同治死得很年轻了，啊，19岁，所以他死之前这个陵墓还没弄呢。那么死之后赶紧弄啊，弄了5年，到79年4月份，然后就在这个东陵了啊，清东陵，在这个清东陵的会陵，然后就大葬。大葬的这个吴可读在吏部当差的，啊。他就随着队伍一起去了，去了以后大队人马慈禧啊皇帝啊这些都回来了，他没回来，他还留在那个地方，啊，留在那个地方，三一庙啊，留在那个庙里边，然后写这些遗书啊，写给左宗棠的信呐，啊，给他儿子的信呐，啊，还有给这个庙的这个周道士，姓周的一个道士给他写的信呐，啊，那些啊，写完了以后他就自杀了。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遗书啊，给朝廷的这个遗书。那么他死了以后，从他的怀里边就拿出他的这个奏折了啊，他就公然指责皇太后贻误载物，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你为你的丈夫这个地位的这个继承啊，然后你不为这个同治皇帝来立嗣啊。在那之前呀，我们说已经爆发过很多次，但是都被慈禧压下去了啊，他喝着给他们罢官呐，免官呐，或者批驳他们呀，都给压下去了。但这一次举动非常啊，吴死战，文死谏，这个是封建时代围城的最高的境界了，所以这个他不能压下去了。那么慈禧让这些大臣来讨论该怎么来处理，那怎么来处理？大臣讨论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呀，它涉及到三朝的皇帝：咸丰、同治、光绪，当朝的皇帝光绪，涉及到太后，那还有一个你更挠头的呀，就是具体处理起来你怎么弄？光绪是祭祀咸丰，但他的儿子又要祭祀同治，这个关系怎么来理顺？不明确指明光绪生子必须祭祀同治，这个你说不过去啊，就是他生的儿子你必须得过继给同治，但是你要指明了，这个又违反了从雍正朝以来不得御立皇储的祖制，他过继给同治的这个儿子，那肯定就是将来的皇帝呀。啊，不生子怎么办？生子不贤不孝又怎么办？国家你没有其他的他选了。啊，而在这个大家这个都挠头的这个情况下面，张之洞他上了一个奏折呀，有这一个四两拨千斤的这一个效果啊。大家都找不出办法的时候，哎，他轻轻的把这个问题给化解了。他怎么化解呢？先立储再立嗣，他把这个关系啊颠倒了。光绪皇帝，你生儿子，
不马上过继给同弟为止，你爱怎么生怎么生。然后从光绪生的这些儿子里边选出一个合适的人来继承帝位。继承帝位的这个人才是同治皇帝的继子，就是说他先不是给同治来选这个继子啊，先不是亲缘关系上这个继子，哎，他把这个先是选皇帝，选了皇帝这个人才是继子。那么这个慈禧的统治，当然他这个统治腐败，一个是政治层面上的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一个他的这个垂帘听政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分析一下他的这一个统治的这一个官场的这个腐败化啊，官场的腐败化。官场的腐败化呢，我们以一些具体的个案啊，具体的个案呢来分析。我们这儿选的呢李慈敏，为什么以这样一个人来分析呢？基于那么几个考虑。一个呢，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样本，就是他的日记啊，《月漫堂日记》，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他是一个五品官啊，你选一二品的太高的官，或者选七品以下的太低的，这个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啊。那么他这个五品官呢，正好中不溜的，哎，有一些普遍性。还有呢，他是一个京官，在北京当官的。清朝在光绪这个时期，他的整个的文武的官员是27000多人啊，就是国家的正式的官员，但这个数目很小了。京官是1400多人，那么他是这1400多人里边的一个啊，所以我们以他呢来作为一个我们的分析的个案。我们先看他这一个五品官他的收入啊，他的收入，国家给他的钱啊。他在行走时期啊，就是实习时期，五品官啊，五品京官实习时期，每年的官职的收入是175两银子啊，175两银子。候补的时期215两银子，实授的时期397两银子，五品京官啊，397两银子。除了银子以外，还有米，还有俸米了啊。那么这一个五品京官呢，每年是有15担6斗的米。你也可以不要米，你要银子。那么按当时的物价，每担米是3两银子啊，那么他这个米呢，他每年可以得到46两多一点的银子。这个收入怎么样啊？收入怎么样？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这个时候同期清朝绿营呢，就是汉族的这个军队啊，他八旗是满族的，但他也有汉军八旗了啊。这个是绿营的这个作战的士兵，每个月月饷1两5钱，每个月给米3斗米啊，3斗米。这个是打仗的，不打仗的时候没那么多啊，不打仗的时候。这个每个月才是1两银子，
啊，一两银子。所以李慈铭这个五品京官，他的这个收入啊，在他行走时期，等于作战士兵的9倍多，啊，候补时期近12倍，实授时期22倍多，22倍强，这个收入应该不少了，啊，你一个五品官，相当于22个打仗的士兵，啊。但是京官之穷又是众所周知啊，又是众所周知。他这个穷单他有两个类型啊，一个呢装穷哭穷啊，这咱们国人的心态啊，啊怕红眼病，怕找你借钱不还啊，怕遭贼，所以有钱他都说没钱了。但这个是一个类别，第二个类别呢是真是没钱，真穷啊，不是哭穷，不是假穷的。你像他这个《月漫堂日记》里边啊，这有这方面的记述了。你像他这个咸丰10年12月4号，元熙祖隔穴暴卒，内阁学士突然死了，起妻匣仅100斤8两，家里边翻箱倒柜只找出8两银子，无以为念，后事办不了了，埋不了了啊。公卿为帅才巨官怎么办呢？朋友同僚同事凑钱给他买了个薄棺材啊，埋了。原以阁学内阁学士色礼兵二侍郎，礼部和兵部的侍郎副部长啊，啊，素无亲民，哎，这四个字值得玩味。没有听说，从来没有听说这个是个清官呐。你要是个清官，你死了穷成这个样还可以理解，素无亲民怎么会穷得这个样啊。去岁方自明点士归，死的上一年才从福建主持科考啊，主持科考才回来的。科考这个是个肥缺呀，啊，这些门生啊学生啊这些都得进贡的啊。而其贫至此，京官之况可想。你看，这是讲他的官职比他高一点的了啊，元熙祖。这就是问题了，按他们的这个收入，京官的收入远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之上，但京官之穷又是事实。又是事实，为什么会如此？它就在于啊，官场的集袭，一般京官的生活方式，官场的腐败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常普遍的程度了。就是所有的官员，他不是说他不能维持一般人的生活，而是不能维持他官员的生活。我们来看他的这个支出啊，我们刚才看了他的收入，来看看他的支出。一个送礼，对上司你得送礼，不但对上司送礼，对上司的仆人呐、这一个抬轿子的呀、轿夫呀、门房呀，这些你都得要送礼的。你门房你不送礼，你都进不去的。衙门里边的这些茶房啊、仆役啊，这些你都得要送礼的啊。然后吉庆吊赏、宫宴份子，你就是借钱你也得应酬啊啊。车马费，北京那个地方那么大啊，你这一个没个车马，那个时候公共交通也没有啊，这车马费
穿戴啊，朝官朝服朝珠啊，你不可能像那些有钱的，像荣禄那些朝珠360串，我一年不重复的换，你但你总得有一串吧，啊，都你这些都得花钱啊。但最花钱的跟我们现在一样，房子啊，这一个住的这个房子，他当时是住闽浙总督纪文昌的一个旧房子啊。那么你看他这个当时收入123两银子，租房子的租金72两，就把他的这个钱就花了一多半了。然后你还得布置啊，花木啊，草啊什么的，你这些都得花钱呢。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这些官员都是这样住的，你不住你进不了这个圈子，你不入流啊，啊，所有的官员大家都是这样在生活的呀，妻妾啊，这个也是开销。你像他这个同治五年穷得叮当响，哎，他花400元翻金，翻金就是那个时候是流行墨西哥银元了啊，我们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是西班牙银元啊，在那之后是墨西哥银元，我也叫做这个阴阳了，花了400块钱买了一个唱小曲儿的，哎，他觉得唱得好听，作为小老婆，作为妾。光绪初年，这个是丁戊饥荒啊，清代有清一代死人第三大的这个灾荒啊，中国当时死了1000万人，40个人里边死一个，4亿人了啊，1/40死了。他一看这些灾民卖这些女孩啊，怎么那么便宜啊，比一个羊比一个小猪卖的都还便宜，他一家伙他买了2个啊，做小老婆了，他钱不够。然后他跟张之洞啊，跟这个张之洞啊借50两银子，后面张之洞呢给了他10两银子，借给他10两，他在日记上面他写着呀，为之怅然不欢，很不高兴，我给你借50两，你才给我10两，这不够朋友啊啊。但张之洞呢，咱们现在揣测他也有他的想法啊，你要真是没有吃没有喝过不下去了，你给我借钱还情有可原，你买小老婆你给我借钱，而且你一家伙你买2个。所以张之洞就想，我借这10两银子都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了啊，要不然你没有道理嘛，你买小老婆你给我这叫什么意思呀啊。这花费仆役啊，你看这敲钟点的厨子车夫啊，这些听歌赏戏野游，这些一掷千金。光绪3年，他的弟弟啊，他是浙江人，在家乡饿死了啊，但是他自己在日记当中，他这个11月8号他的日记当中他记啊，他就说这一年他花在酒市声色之费不下100斤，但他也说通济出门7年以来寄地者不过10斤耳，离家7年给他弟弟寄的不到10两银子，结果他这一年捧戏子啊，听小曲儿，这一个干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啊，花了不下100两银子啊，吃饭饮宴的。这个时候你要来看他们这些日记呀、啊，官员的日记大致1/4到1/5的篇幅就是写吃饭啊，
在哪个今天在哪个饭馆吃了什么菜了，哪个菜怎么样了，席间又是谁来了，又是赋诗了，又是作对了，哎，又是听什么曲儿了，谈什么事儿了，全是这些啊。所以来谋求制度外的收入，就是清代他是卖官卖爵位了啊。那么你这个捐徒出身的呀，你除了向政府来交钱以外，还要有人保举。这个保举不是免费的啊，是要收费的啊。你不管是捐公民呢、啊、还是捐官呢 啊那么都要给这个支取这个要这个保取费啊。那么这个呢，他就大概是以省在北京的同乡会啊，他们来掌控这一个保举的这个钱，这个叫应接钱啊，应接钱。那么浙江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了，所以他这一个应接钱也比较多啊。你看他的这个应接钱后来分下来，以李慈敏这样一个五品官，他分的最少的年每年分到118两银子，最多的时候386两银子。这在他的收入当中就占了很大的比重了。但这些是制度外的收入，微色的收入啊，不是国家的正规的这一个给你的俸禄啊。所以那个时候官员的贪污成为不得不，你要不贪污不中保，你没有办法来维持你那个在官员官事的那样生活。下面呢，我们再讲帝后的党争了。1889年，因为光绪这一个年纪比较大了啊，那么这一个慈禧归政啊，慈禧归政，那么光绪就开始亲政啊，光绪开始亲政，那么随后呢，以他为旗帜，以他的这个老师翁同龢为实际的领袖，那么就逐渐在他们周围开始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那么一般称为帝党。相对应的呢，以慈禧太后为旗帜的这一个后党啊，那么这两派呢，在晚清的政治格局当中呢，但他们是有很多这一个角逐和争斗了啊。比较帝后两党这个战争比较严重的一个是在甲午战争时期啊，甲午战争时期呢，然后这两派呢有很多这一个较量啊，有很多较量。那么当更严重的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啊，双方的这个短兵相接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在戊戌变法时期。甲午战争呢、啊、是中国历史上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一个战争。为什么说是有一个独特意义的战争呢？它是中日两国首次大规模的这一个战争。还有一个呀，它也是中国呀或有胜算的一次战争。那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还有后面的八国联军战争，中国坦率地说，你这个实力呀还难以和这一个敌国来抗衡啊。但甲午中日战争呢、啊、
从人口土地面积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啊，既或是交战的海军陆军的装备，更不要说人数，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是占优势的啊，占优势的，但是战败啊，而且战败的如此之惨啊，签订了这一个空前的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了，对朝鲜的控制，对日本赔款2亿2银子，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日本啊等等这些，这么一个啊空前屈辱的条约。所以在这个条约之后啊，从19世纪60年代，就是洋务运动以来啊，中国都一直在走一个改革的路线，但这个是一个渐进改革的路线。那么到甲午战败，这个国人受刺激啊，中国人呢，他觉得败于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就是这些西方列强啊，还可以，还可以接受，啊，他的确觉得力不如人，啊，但是对败于日本，他觉得万难接受啊，罪而小国啊，原来一直跟中国亦步亦趋的学习典章制度，啊，现在居然被日本打败，啊，而且败得如此之惨。啊，败得如此之惨，那么从这之后呢，他就一改此前30年的渐进改革的这个路数，改为激进的改革。因为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中国再不改革、再不变法，就要亡国了。啊，而且这个是按当时人的话来说，瓜分豆粕，迫在眉睫，就是中国被瓜分了，亡国这个就是迫在眼前的事儿了，啊，迫在眼前的事儿。他的思路是什么呢？他是本来是外部的压力，中日战败了，瓜分势力范围，外部的压力，但是他直接他和外国打他打不过，那么他只有使自己本身强盛，使中国强盛，然后才能来对付外国人，哎，那么他是从外转到内，内怎么办呢？就是改革自己，啊，来，壮大国力，啊，再来对付外国人，他是那么一个思路啊。所以从康梁开始，那么他们就是开始这一个激进改革的路数。啊，激进改革的路数，那么从1898年啊，这一个6月11号开始百日维新啊，103天，那么这期间呢，帝后两党就有很多的这一个，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啊，有这一个两派有很多的这个争斗。啊，有很多的争斗。那么到9月21号啊，1898年9月21号，慈禧啊后党发动这一个政变啊，戊戌政变，那么宣告这一个的百日维新的终结啊，百日维新的终结。但这一个政变的原因啊，政变的原因，但它比较重要的潜在的原因是帝后两党他们的矛盾的冲突了啊，矛盾的冲突了。但是它的直接的导火线啊，直接的导火线是什么呢？一般现在认为有3种说法啊。第一个说法呢，是
台湾的一个学者啊，叫黄章健，他认为他写了一个戊戌变法这一个史研究那么一本书，他提出啊是这个杨生秀啊，戊戌六君子之一杨生秀啊，他在9月20号他有一个上书啊，他有一个上书，他这个上书呢，他是要求啊派军队到北京来挖圆明园窖藏的金银，哎，说这个事儿呢要调军队进京，引起了慈禧的关注啊，所以9月21号发动这个政变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说法，他就说乾隆的时候啊，在圆明园的那个淳化轩那个底下呀，埋了一窖金子和一窖银子，啊，那么说的杨生秀他是听一个老园丁80多岁的老园丁给他说的信息了，啊，那么所以他要求调集军队来挖，但这个说法后来被否定了，啊，不成立，啊，他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他并没有明确说要调哪一支军队。啊，也没有说是不是马上就要调军队，啊，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是杨崇义的奏折，一个他认为这一个要求慈禧来重新训政，重新垂帘听政，啊，还有康有为这些兄弟被引入内廷，啊，这个不行，还有他还说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要来，那么这个所引发他的导火线，啊，这个是第二个说法，但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呢，就是袁世凯的告密，啊，袁世凯的告密，这一个当时光绪皇帝为首的这个帝党和康有为这些为首的维新派，他们联合呀，很重要的一个缺项就是他没有实权，特别是没有军队。那么当时北京附近的3支军队都是让荣禄在那控制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聂士成的武义军，还有董富祥的甘军，啊，那么他们就想拉拢一支军队为己所用，啊，为己所用，所以在14号的时候，1898年9月14号的时候啊，他就召着一个袁世凯进入北京，那么光绪皇帝接见他呢，提拔他为兵部候补侍郎，而且暗示他不必受荣禄的节制，就是你不一定完全来听你的这个顶头上司啊，直隶总督荣禄的指挥，啊，那么9月15号，光绪就让杨锐传出他的第一道密诏了，啊，但这个密诏后面杨锐一看他没敢递出去，他觉得这太厉害了，啊，他把这个字藏下来了。16号，那么就是我们说光绪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候补侍郎，啊，17号呢，光绪又让林训，就是军机四卿里边的另外一个林训，带出他的第二道密诏，啊，那么18号的早上，林训就拿这个密诏来见康有为这些。那么，按记述就是康有为跪送，痛哭激昂，他们在场的有6个人了，啊，跪着念这一个光绪的这个诏书，痛哭激昂，啊，决心誓死救皇上。但是他手里边没有兵呢，那么当时北京我们说是这3支部队，那么他们就决定拉拢袁世凯的部队。18号的晚上，谭嗣同就去见了袁世凯，啊，去见了袁世凯。那么，但他说你受到皇帝的提拔了，那么应该有所报答。现在皇帝有大难，非你不能救，啊，嗯，然后就说你又说皇帝想费力杀军了，啊，那么当时袁世凯当给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一个方面呢
他看着这个谭嗣同啊，这个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气，所以他同意，他说可以围园固后了，把颐和园围起来，把皇后禁锢起来啊，然后诛杀荣禄啊。那么他，但是另一方面他说，我这个军队没有办法马上调过来，因为他我的军队在天津小站，天津小站我还要粮草，还要武器弹药这些筹备呢。再一个，他天津小站到北京呢，他必须渡过那个陈家沟，陈家沟那个地方呢，聂士臣的部队就驻扎在陈家沟啊，所以他说我可以按你们这个来，但是马上不能来啊，马上不能来。那么谈了呢，然后这一个21号慈禧就发动政变了。那么有些就说是袁世凯告密了啊，袁世凯告密。但对这一个也有不同的说法啊，也有不同的说法。我现在我本人我是觉得袁世凯告密是最主要的一个导火线。一个是袁世凯他后来1907-1908年的时候啊，1908年慈禧光绪死了要惩处他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戊戌日记啊。戊戌日记里边呢，他就是19号啊，他一个字儿没写，他是从他到北京的当天写，然后写得非常详细，在哪儿吃饭，住在哪儿，见了哪个人，见了哪个人，然后19号一个字儿没写啊。我觉得他这个不是他没有写，是他不敢写，或者写了以后把他删除了啊。因为18号晚上谭嗣同去找他嘛啊。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这个呢现在就是苦于没有最直接的证据啊。但还有一个反证呢，就是他们有些学者认为不是袁世凯告密啊，或者是按照袁世凯那个日记记述呢，他是9月20号他才返回天津，返回天津他找荣禄啊去报告这个事儿的时候啊，荣禄正跟别人谈话呢，所以他当天跟荣禄没有谈，直到第二天9月21号政变已经发生了，所以他说他在谈，人的变已内生，宫廷已经发动政变了，所以他说这个跟他实际上是没有关系。但如果没有关系，你以我们现在的常人来度之，你这一个政变前你不报告，谭嗣同18号就找了你了，给你把这个今天的大阴谋都和盘托出，你都不报告，你等到我政变发生了你来报告有什么用啊？你除了洗刷自己一点用没有吗？因为随后9月底荣禄就内调北京军机处军机大臣，让他来代理直隶总督，如果没有大功劳于慈禧，不可能把那么重要的职务啊我来交给你的啊。你还有后来慈禧光绪死了以后，载沣摄政，光绪皇帝的弟弟了，他就是要开始就是要杀这个袁世凯啊，他为什么要杀袁世凯呀？如果没有对他的哥哥的不利，他不一定有道理要杀这个袁世凯啊。但这个里边要很详细的讲起来会很复杂啊，那个也不是咱们这2-3个小时能讲得起来的啊，你得从他的每一天的行踪，住在什么地方，和谁接触啊，这个材料的来源，那个材料来源来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一个等到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就被囚禁了啊，这个帝后党争呢基本就消停了啊，消停。那么到1908年11月4号，光绪死。15号，
慈禧死，啊，但这个也是一个谜了，啊，慈禧74岁了，这但岁数在那儿放着正常死亡，光绪啊30多岁，而且为什么正好在他前一天，啊，这个死了。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就讲到这儿。